呦，迪奥的口红就这么的脆弱吗？好干净哦！你是不是很爱化妆，跟我一样，一天不化妆会死？但是卸妆就很麻烦，然后卸不干净就脸上长一大堆阻塞毛孔。说真的，英国凯特华妃专用，而且180%英国制造，快速卸妆，而且呢温和不伤皮肤，最重要是它能够轻松让你卸掉你脸上的彩妆跟化妆品，180%完全卸透。有了它，你可以任意的挂上你喜欢的彩妆。卸妆真的很重要，如果没有把妆卸干净的话，你皮肤会暗沉，会老化，会粗糙，然后会很多黑头粉刺统统都跑出来了。所以这个尤其我们出了一整天，回到家之后还要卸妆啊，然后哇真的是他妈有够累的。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个Beauty Formula 的卸妆纸，它可以帮我一次过搞定，真的很适合我这种跟懒惰的人。英国 No. 1热销的卸妆纸巾，这个品牌呢在欧美非常的红，就连亚洲国家很多人都在用。不过呢，这个品牌呢悄悄的登陆了大马 Malaysia， 这里有四款，锵锵锵锵，让我今天想要在直播里面试试这个呢。Argan Oil Cleansing Facial Wraps， 每一包有30片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哎呦，迪奥的口红就这么的脆弱吗？哇，容易卸。你看我刚才挂了几十层，你们自己有看到。最重点是皮肤敏感的人都可以用。好干净哦！天哪，我一张用到完，我都没有拔第二张出来，全部都粘在上面了。你们看，它的布呢非常柔和，而且完全不伤肌肤。而且为什么卸了之后我都还没洗脸，就有这种感觉到滑滑的感觉啊？这一张我都还没有用满呢，就已经把我这个大浓妆完全的清洗的干干净净。如果你想要保湿肌肤的话呢，你可以选用综合性皮肤的，刚好是有保湿的作用。如果你皮肤比较油的话呢，你就要用这个碳的，它有去油的功效，非常好。如果呢你是有满脸的痘痘肌的话呢，就要用这个茶树，这个茶树是可以适合我们的痘痘肌。像平时我出门旅行的话呢，我一定会带上它们，一包丢进包包里面就可以带出门了，好保湿哦，太好用了。